好像鸵鸟先生，各位，其实我就是鸵鸟先生啊，一直我都是换了那个变声器了，让自己有个不同的声音。其实鸵鸟先生一直以来都是我，你们不觉得我跟鸵鸟先生就长得很像吗？鸵鸟先生就是我，真实世界版的鸵鸟先生，看是不是像鸵鸟？